窗户啊，必须是这种的，那个人撞不进去那种。防盗倭寇。大家好，我是嘎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杰。今天我带卡姐来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姑息古城，让她了解一下我们这边一点历史。我知道这个地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路上我们去碧桂园，我都有想，这个干嘛的？这个是以前那个中国明朝时期，这个抗击倭寇。倭寇就是日本，我知道这个日本。福建是沿海城市嘛，经常那个受到倭寇的袭扰，然后他们就建立这个城墙。他们要那铺天的地是不是？他们纯属是侵略，他们是杀完人拿完东西他们就走，然后过一阵子又会再过来。看见又给他的爸爸妈妈拍视频。跟他爸爸妈妈说啊，我有来这个地方看，然后跟他父母讲解一下我这边的事情，一些每天他的经历他都会给他父母分享。咱们现在到了浦西古城的入口了，然后这外面这个雕塑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抗倭名将辛弃官的雕塑，咱们到正面去看看。对，啊，辛弃官这个是谁？辛弃官就是他呀，他是打倭寇很厉害的一个人，就是这么想，就是中国我们的抗倭名将。大家在这里是不是？不是。啊，他不是莆田人，他是福建。不是。他是山东人，又有人说他是安徽人，这个他可能历史写的不是很清楚。那里啊，是声音从这里头发出来的，他是介绍这个浦西古城的历史，这个有600多年的这个城。咱们去城墙上看看，体验一下他们当年打倭寇的那个视角。这在北京也是，你看，这个是厉害，你知道去年人很厉害，看吗？不是，因为你有的汉语不会说，你就会一个厉害。不要说。好，回来说，我不小了。对呀，等你说我别的。那个厉害。厉害，再来接着说。再来。我也忘记了要什么说比较好。他看到为什么你笑死？太搞笑。这浦西古城现在还是在使用当中。这是一个排水系统，就是水往这边流会都会排到海里面去的。是，你看，你现在人也有。对呀，这个东西都是百年大计的，对，都是做好了，也不会轻易去改变的。这个也不可以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个也不可以动，因为那个这个也是文物。这个有点像。这个楼梯有去年今年中国人跑他们放在这里，可现在你也上来。有啊，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。你看现在你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宝宝也可以来，我们老宝宝也可以来，然后他们的宝宝你的孙子也可以来。对，你知道这个是我明白为什么你，我说你，因为我不知道别的中国人爱不爱，为什么你不爱日本？我这个明白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大的问题。这个现在好的，我和俄罗斯，你知道？为什么我有很不高兴？人说你是俄罗斯人，我说我不是俄罗斯，我是乌克兰。他们说什么不一样？他们说不对，因为我说好的，我没有说你是日本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们不一样，好的脸，好的欧洲的脸，人看这个一样，但是不一样，这个是问题。我现在100%明白为什么你不爱他们，你知道？
他竟然告诉我说，那个他戴眼镜的话，别人看不出来他是老外。啊，对对对，他们没有看。因为看他戴眼镜，是不是和中国一样？是的，是的。这是一间老房子。这个是一个不可移动的文物。在这里不可以担心的吧？对，这个不可以动的。你看，这个窗户。是。你看，在这里是木头，也是。对。我们要看木头，为什么有木头？但是木头它又很厚。应该是属于那个造价各方面问题，但是它必须要保证这个窗户啊，必须是这种的那个人装不进去那种，防盗倭寇。在这对面是个药局。那个时候在这里卖药。对。但是你看这个太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说大？因为你看这个和房子一样。啊，对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啊，这个别的人。房子它有卖药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是的，因为我想要和房子一样，这个药店，你知道这个地方。那他比如说，这前面是药店，后面是住的地方吗？是的，你看可以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但是这里太黑了，这安全出口。哇！这是以前的房子。这个是木头。我也不知道，也可以进去里面，不是，这是家里别的家里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安全出口？走吧，因为这个要是真的是别人家里面的，就太尴尬了。他这里面没有人，大家很开心。花生的时间。对了，到农忙的时间了，大家都正好有块场地啊，拿起来晒花生。大家你看，这是普喜天妃宫，普喜天妃宫，天妃呢也是我们的妈祖。这个都是妈祖。对，像这个，比如这个庙就比较小，但是庙小，我们的信仰不小。我一看那个老鼠。走进去。一起去。好，不要怕，走。千年灵会。这个树长得不大，可能品种不大哦，但是这个岁数很大。对，看好了，但是那边不会拍视频，我们没有拍。这个是不能拍视频的。原来我不知道，后来有人告诉我。是，你看这个，我们家旁边有很多漂亮的地，是不是又开心？是的，但是有很多地方我还没去。我们老一起去，你是开心，心开心，老不会死了，快点。你黑你黑，我看一下怎么这么黑。你黑老婆，我已经非常黑。小浩，拜拜。为什么你很黑呀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样的。你看，为什么黑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我没有黑，是不是我没有黑？是的，我没有黑。回来被海风吹的。是的，五分钟。